小白楼出事那天，用冲动按下这种流你一下车，远远的那么一眼，我就认出你了。过了河有美丽正北哥哥，按照咱们的计划应该工程物料专案无期时日。正北，你要是不忍心动手的话，我找别人去，没什么下不了手，这事儿只能我去做。明天早上准备行动。大哥，你不肯后退的眼睛，也不确定自己代表了光明。这才是真实的你啊，轻易的干儿子，将名字的好地将马爹的心说。啥叫真实啊？真实的是我亲生父母呵斥我，我最信任的大哥也抛下我，在人贩子那儿我会被毒打，在养父家里我也被毒打，在大街上我还是……这是你这种长在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永远理解不了的问题。来吧，跟我回去自首，来得及。来得及吗？哥哥，不对，正北，恨死我了！你最想弥补的那个人，其实一直在你的对立面。你之前对他付出的所有努力、爱，现在都成笑话。我不恨你骗我，我也不恨你想拿灵魂炸死我，我恨的是一个坏人。他想救你，在这等我。我出门的时候他拉了我一下，怎么？没事。其实你应该开开心心的看着我走出去，放心吧，炸死。但是你拉住我了，拉住我之后又松手了。饿了，真的不能回头吗？我都已经走到这步了，再见了，大哥，没什么可。